来车，有车，十秒吗？再找，再找，打头了。往你们那边来了，上车。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没血了，我操，他砸的都他妈的。等等，有个加枪的。走走走。两个吗？走完了 DS， 所以说他妈是另外一队老铁，那三标外面空开了，他们回小区换线，打得到，可以可以。我跟你，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了。重点，重点。哎，苍里，苍里，苍里，上车右边，掉掉掉。那就最后一个了，现在，确定现在是最后一个。往外吧。被补了一个，最后一个了。哎，我被抽了。没有，我救我救。没脚步。扔的，我退出去打包。看到了，这屋里中间。行行行，一标吗？这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牛逼！往他那边扩吧，我们这没人了。往麻子那边扩。我跟你说，潘成龙没人的。走了。这些记得贴仓库了，应该被打了，打两个。掉！牛逼！妈的！装逼！装你妈逼呢？那好过吧我们？这过年好过吗？好过。能从后门进吗？倒一个的，跟我来，快点快点，来了，我们冲着门走，过来过来，个蓝圈，我扔了两手，右手快点，牛逼，哎有蓝圈，完了他妈的，没事死不了，毒死了，要给蓝圈，我倒一个，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，我打开我那把，很多蓝圈的 CDD， 我们没配二还救起来了，我操，你妈了个逼，他救起来了还，我们没配合好，我们那蓝圈。我扔那个正门的，我们要是同一波丢他应该毒死了，我丢的后面的靠北边的，我扔的靠南边的，我丢的中间，我直接就往他妈中间丢，我两个大蓝圈，我的意思是我感觉我们应该不是一个时间一起丢的，我们应该，我第一个丢的，我是刚贴到胖层楼的时候，我就说丢蓝圈了。丢个鸡巴，他妈的112下来白给了，我不知道为啥，他直接防下来了，我操，我直接给他秒了。